你台积下七十六中七十七，阿萨三十六年二十二王巴沙上来攻击犹大时，就喇嘛不许人从犹大王阿萨那里出入。你二是阿萨从亚伯伯天父王宫的富库里拿出金银来，送以王大马色的阿兰王偏下他说：你父亲以我父立约，我与你也有立约，现在我将金银送给你。求你飞掉你以以色列王巴沙所立的约，使他离开我。四，偏下他参从阿萨王的话，派军装去攻击以色列的城邑。他们朝攻破以尤丹、伯马任和纳塔利一切的接火城。巴沙参见朝田宫，不少足喇嘛了。六，于是阿萨王率领犹大众人将巴沙烧足。喇嘛所用的石头木头都运去，用于烧筑加巴和米斯巴。切那时相见，哈那尼来见犹大王阿萨，对他说：愿你用来阿兰王，没有用来亚伯伯你的兄弟，所以阿兰王的军兵脱离了你的手。八，故事言，鲁便人的军队不是心大吗？山茶马便不许乞到摩羯，然你用拉亚伯伯，他偏将他们交差你手里，叫亚伯伯的眼目偏赤存之，有善太能帮助向他心存善事的人，你这是行得愚昧，出后你必有正真的事。十阿萨言论轻善间将他朝差监理，那是阿萨也捏他一善言面。接着阿萨所行的事，只是照众都下差犹大和以色列做王之上。十二，阿萨作王三十九年，他脚上有偏心邪心重，偏的时候没有求亚伯伯，只求于神。十三，他作王四十一年已逝，以他列祖重衰。十四，将差大卫上赐其所坐的盘木里，放在床上。其床堆满各种钱上的香料，就是按照上帝作法调和香料，要为他烧了许多木签。